各位善信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元旦吉祥，一元福祉，万象更新，迎春吉福，瑞兆丰年。我在上海玉佛禅寺恭祝各位2022年身心安乐，阖家安康，岁月峥嵘，山河壮丽，幸逢盛世，国运昌隆，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，国泰民安。每到新年，许多善信都会来寺院向佛菩萨祈求护佑加持。其实佛菩萨早就告诉我们增福增慧平安吉祥的方法，比如守五戒，行十善，持八正道，修六度万恒。这些方法可以概括为四个字，也就是常随佛学。而这四个字放到日常生活中，便是学做人。因为佛菩萨在最开始修行的时候也是普通人，通过不断完善自己的行为方式、说话方式与思维方式，才积累起福慧资粮，并与众生广结善缘。当结下的善缘越多，自然能够越来越顺，越来越好。莲池大师曾开示，未论学佛，先学修身。太虚大师也告诫我们，学佛先从做人起。因此新的一年，如果我们把人做好，常随佛学，佛菩萨自然会加持我们，外离疾病，内缘烦恼，福慧双增，六时吉祥。最后让我们共同祈愿世界和平，灾疫消散，国家富强，人民幸福，佛日增辉，正法久住。